先动手打我。那林楚英委员呢，他坐在这个椅子上啊，去这边打我。好，这个可以看到，这个都已经被抓伤了哈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打人的，在那个喊救人。林楚英委员呢，他恶人先告状哈，不要以为说他自己造谣，他恶人先告状就可以掩盖真相哈。